这里那棵都瘦瘦的哦，看不到哪里是种的，这就是它的问题。我们写那么多的，前面写那么多的粗细，其实差距都很大。这个刻碑有问题啊，哦，下面我要连续写几个轻一点的，进，带起来，点，带起来，进，轻的。小的，注意还是要锋芒毕露哈，刻碑上的锋芒其实都被削掉了。明，上窄下宽，好，这里连续啊，看起来都是轻的，小的，明岩。岩懒得写，上面再点第二次啊，代表岩之所通，岩之，这个比较方切的之。好，所通两个是连起来哦，因为前面都没有连，这里倒是可以连了。所上面已经有一个了，下面这个不要写的跟你一样，所通，岩之所通。加粗细，好，原刻碑上哦，没有这么多粗细啊，都自己加。上难行于笔墨上看起来是写的比较重，这提案轻重，让它做明显一点。难刻碑上把它刻的非常非常的小，那你也是让它缩小。原则上，外形照它，粗细自己加，锋芒毕露自己加，那字的一侧自己加。